盘龙城遗址的创新不仅在馆址融合上，更在展览创意上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开馆五年，是一个年轻的博物馆，却获评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。而创新力的来源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策展团队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去认识他们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的考古研究部是馆内各项展览的创意大脑，团队成员是一群90后的年轻人。眼下他们正忙着策划一个新展，今年也是我们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，所以我们下半年年底的话会有一个配合70周年的商文明的展览，所以我们就是想以这些最近几年新发现的考古成果为主，来呈现商王朝的地方文明。盘龙城遗址跨越300年，想要讲好它的故事并不容易。这群从考古专业毕业的年轻人，将严谨的学术和年轻人的脑洞结合，打造出江汉泱泱、商议煌煌盘龙城遗址基本陈列。通过各种场景化等创意展陈设计，将历史与现代交汇一处，让文物活了起来。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通绘画作为场景，把文物放在场景中去展示。比如说这中间就是一位首领，他手里持着饮酒的爵，然后右边呢是臣服于他的臣民，手里捧着是箍，这样我们看上去整个文物的展示都非常的具有画面感。造型各异的古代文物究竟是做什么用的？转动滚筒就能对应到现代的生活用具，一目了然。为让观众轻松认识鼎、立、簋、钴、爵等生僻字器皿，还创设了不少小玩具、小游戏。有一些滚筒式设计，就能让你看到许多，他们青铜器和陶器上的那些图案都是些什么，寓意着代表什么。呈现的方式，我觉得是多维的，而且它的这个体验感非常的好，互动感特别强。而且非常的富有科技感，觉得这个博物馆非常适合孩子逛。除了自主策展，他们每年都要推出原创新展，基于现有文物和考古研究出发，不断寻找新的主题角度。比如长江万里青、长江流域青铜器精品展、色如天象、气传千秋、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展等等原创展览，都让观众耳目一新。我们这一系列的临展都是一个跨时空、跨地域，以一个非常细小的器物或者是一类器物为出发，来串联起整个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个宏观视角的展览。作为这样一个新生代的考古遗址博物馆，我们的展览给观众呈现的一定是科学的、严谨的、好看的这样一个展览。那么这个团队呢，因为他们思想很活跃，然后有专业知识，所以每一次给观众呈现的这种表达方式都是非常活跃的。